奇怪，可为什么人流了血会自动止血？如果不小心手划伤了，伤口有血流出，很多人看到后就赶紧想止血，停止几分钟后，血液就会自动流过，不再往外流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原来这是血液中的小血管起作用每液里1万毫米的小血管，血液中就有12到30万个小血管。这些小血管都含有具凝血功能的物质。当血管破损后，血液中的小血管聚集在一起，和血液一起中的一些酶原形成凝血。